做立体感练习，你不一定一定要跟老师一样，这个东西只能要一个或是两个或是五个，你可以自由的去发挥。假设我们用圆好了，因为圆是最容易理解的，那素描的对象也非常多。好，假设我要好几个圆，那有大有小，那到后面就甚至有没有完整的半个。好，那我假设光线，我光源要一致，光源打过来，所以我全部呢就把它全部换。这边是这样，这个另外不用变换。我先把每一个它的这一个像光，因为你像像我可以全部都是这样的态度，然后我们开始换，全部就是练习。这一半就是这一个。这一半，然后再来最深的这个是这个，第二个那样子黑才是最深的。最深的一个这里，一个球体，我们一个地方的加深，看你用什么方式去尝试这个黑，但是不要它觉得太硬，这样慢慢渐变的概念。那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做最深的就是光线，它每一个人都会涂一个舌头，每一个圆都会有个舌头，为什么？因为光线嘛，走过来，是圆，但是它的舌头会是长的，一长又短，一光圆的位置。最深的地方就是这里，每个地方都加深。这真的没有什么，就是练习，这样练习就可能会画出。没有比较厉害，没有说谁比较厉害，或是老师，或是谁比较厉害，真的就是练习。你用各种形式的表达立体感都可以。那一个以高年级来讲，我们要画的是个素的立体感，那这些就是在过程练习。以低年级来讲，不是以中年级来讲，我就是希望你能够有这个球体的观念，亮亮光光。你画一颗，做就画一颗球，我也给你过；你画十颗球给你过，你画十张、画二十张，我都会给你。但是分数就不一样。那老师在示范给我们过程中的时候，很多妆，因为我要确认这个画法能够是最
是有效的，然后你们可以不听了。这个圆的边边，白色边边也是会有阴影，为什么？才能凸显它的白，就是一起这样慢慢画。可以看到这个，这种空间的白的 底下都有个灰阶，所以很快就点进去了，空间就出来了。上就先这样。